好啦，我哋揭晓啦，好冇？好。第十五届十大电视广告颁奖典礼最触动人心电视广告大奖，港铁《心系生活》每一程仔仔篇，恭喜！有请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嘅代表李咏瑶小姐同广告公司澳美广告嘅代表光秋宝小姐上台领奖。喺呢个时候，我哋重温得奖嘅广告啊！我阿爸系铁金银牙盒嚟噶，佢唔使瞓觉噶，一早就住超人蛋。阿爸每朝都同我喺大埔墟去湾仔翻学，跟住去中环翻工。阿爸话条路几远都一齐行，要行到去大学嗰站。阿爸，大学系咪好大噶？喺每一程都有我哋用心设计嘅网络，联系你至心中目的地。恭喜晒，恭喜晒 ，Coco， 麻烦你颁奖好冇？请讲讲得奖嘅感受啊！咁好多谢大家都喜欢呢个广告，咁好多谢我哋嘅广告公司 OM， 好多谢我哋同事好努力咁制作呢一个咁出色嘅广告。咁其实呢个广告正正就系讲咗港铁一路以嚟嘅信念，就系好努力咁为大家去建设网络，等到大家可以更加容易、更加方便去到更多嘅地方，可以到达自己心中目的地。喺未来咧，大家将会可以坐港铁去到更多嘅地方，系捉紧更多嘅机会，接通未来嘅每一程。恭喜曬，恭喜曬，好 ，thank you， 好啊 ，Coco， 我仲有一個獎要頒喎。